但是午后还没有诞生哦，因为还有两个女生哦。接下来我们欢迎可爱的甜心李慧琪。Namaste， 对对对，这印度话，对，我有学到，她真的很漂亮哦，而且你好瘦哦，台下一片说你好瘦哦。看过这么瘦的肚皮舞吗？但练舞会不会很辛苦？很辛苦啊，因为我是舞痴，我都记不住，我练四天。我是舞痴，我是跳舞白痴。加油！但是你目前你 look 非常非常漂亮，我很期待你，好不好？带来什么歌曲？孙燕姿的《神奇》。欢迎李慧琪。
掌声鼓励神奇李慧琪的演出。好，神秘的印度女郎，哇，真好看的表演呢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在台上的颜色非常的缤纷，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的身段非常的柔美，非常厉害，而且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你有这样的表演呢。嗯，对啊，以前还没有，没有学过印度舞。我觉得你的声音跟今天的身体一样，非常的柔软有弹性。但是因为这首歌其实非常的难唱，因为这首歌在录音室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 vocal 的 dubbing， 很多的 effect， 所以你在唱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去兼顾这些 effect 还要唱，这是很困难的。哇，看到你的努力非常棒，很喜欢。谢谢老师。嗯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我记得印象中慧琪也不是强项，也不是舞蹈，所以我今天其实在看的时候觉得蛮好的，因为你挑了一些你在台上可以自然的展现的一些动作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做好，所以在台上看起来是很好看的。是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要看李慧琪的分数喽，希望可以当舞后。很像，加油！好，我们看李慧琪的分数，请下分数。8.9分，很高哎，有3个9分呢。不过不管如何，你至少你在舞步上面已经进步很多了，恭喜李慧琪。谢谢。